来，咱即摆哦，咱陈嘉玲新助理理事长，咱陈嘉玲的服务计算服务处成立大会正式开始。来，掌声来个吹落。掌声啊！我是今日的主持人啊，我叫小娟。啊，我是今仔的主持人啊，我叫小杨。杨红丽理事长，咱洪庆文理事长。欢迎。以及着咱杨红丽理事长候选人庄永军。欢迎。以及着咱南投县大众爱心会创会长，嘛是咱北投里理事长的候选人庄彦华。欢迎。以及着咱草屯镇长候选人。欢迎我候选人李博章，欢迎。以及着咱镇长代表候选人简木通，欢迎。以及着咱南投县鬼步协会咱理事长洪美兰，欢迎你。咱的总干事黄玉花，够咱班长廖小琪，谢谢，欢迎你们。感谢咱姐姐贵宾，够咱啊。超准地名代表候选人简义玉，欢迎你。感谢感谢感谢恁的莅临，予咱今日的大会啊，登记第二号，咱的陈嘉玲理事长进场。好，恭喜今日来宾哈，掌声响起。连珠里，快点由咱嘉玲来开始。加油！啊，咱的团队要来为咱新助理来服务，要来给咱新助理改变，都要由咱陈嘉玲开始。啊，这一次咱顶一次吼，咱嘉玲差一丝丝啊。这摆咱新助理一定要团结，这个咱给咱新助理来改变，你得给咱陈嘉玲来做好无？好，谢谢，感谢。希望大家咧，给咱加油者。嘉玲哦，加油！希望可以当支持，会当叫希望当选，啊来为咱进入服务。谢谢各位，感谢，感谢着咱的荣誉董事长吼，咱的朋友阿哥吼，阿要来甲咱嘉玲授战旗吼来。伊就着咱嘉玲理事长会当来旗开得胜，旗开得胜。新书立要改变，就要由咱陈嘉玲开始。新书立要进步、要发展，由咱陈嘉玲来做。感谢，谢谢简俊廷简议员，欢迎议员。感谢着恁的莅临，感谢，谢谢。咱李秋中议员啊，就台来给咱嘉玲加油，收听，感谢你，谢谢。最佳女主角啦，啊，我的新闻，陈嘉玲。大家来掌声加油一下，好唔好？啊，这个是我的小弟啦，吼、哦，这嘛强骨有力嘞，吼、哦。啊，嘉玲，人水，心阁上水，心阁上善良。正经是咱大众爱心会理事长，不断的公益，吼、哦，做足多。伊咧做礼仪车，只要有困难嘞，我拢看在眼前，吼、哦，伊拢义务。甲办甲完成，无收钱嘛无要紧，了钱嘛无要紧，该哪路掌声就好啦，好。陈嘉玲，你好帅！陈嘉玲，好帅！嘉玲，嘉玲，嘉玲，好帅，好帅，好帅！啊，今晚嘛要来邀请到咱李秋中议员，啊，来个咱嘉玲吼，来送到咱的旺来，和咱好运旺旺来。感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他那是得实实在在咧做工课的嘉玲，不是清清菜菜、啰啰嗦嗦的嘉玲。
伊即几年来吼，伫伊社会服务吼，诶，工课吼，讲起来足济，伊毋捌家己去甲张扬啦，啊，伊拢真正吼，实事求是，实际一个人。咱讲实在啦，做里长吼，无啥爱加薄，爱用心，爱认真。今仔日伊用真正用心，要要出来替咱新厝里民来服务吼。张嘉良，11月26号来当选咱的里长，张嘉良。当选，张嘉良，当选，嘉良，当选，当选，当选。大家哦，剩六二十几天，大家拢来支持嘉良好唔好？好。嘉良抽到几号的？二号，所以全场拢来支持二号好唔好？好。好啦吼，伊照顾着咱足济弱势的家庭哦，伊嘛替着一挂艰苦的人哦，来处理一挂生后事。这真正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。人讲替人咧处理这个生老事的吼，拢咧做功德吼。所以其实咱应该爱吼这款人，这款认真愿意来替咱社会来服务的这个家庭吼，来做咱的新助理的领导，大家好唔好？哦，一定要来服务吼。伫遮，牧童伫一直伫家庭推荐，伊是啊真正真认真。真拍拼，甲我同款拢咧做公益。阮伫迄个大众吼，拢咧慈善会啊，伊出钱出力，啊，搁地方的代志拢伊咧做。陈嘉玲，动顺。陈嘉玲，动顺。嘉玲，动顺，动顺，动顺。各位乡亲时代，大家好吼，我是甘义如，啊，咱今日的主角就是咱的陈嘉玲里长吼，啊，我大家嘛简单讲几句就好啊。啊，第一重点就是咱11月26日出来的时阵，咱的里面就拢到吼陈嘉玲。第二项就是了解房吼春节几间，咱在西边，咱的陈嘉玲里长倒邮票，一票一票投出，这才是上真的。再搁拜托大家，感谢，感谢，谢谢。伊一步一卡印，会用讲是非常非常认真用心吼，所以讲咧，伊有这个勇气，啊要出来啊来啊为地方服务咧，咱这好朋友。爱给伊机会，会当来为咱新厝来拍拼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即摆吼，要来邀请到咱的甘金贤镇长，啊来甲咱陈嘉玲里长啊送这选啊，给伊高票来当选。陈嘉玲，当选。陈嘉玲，当选。嘉玲，当选，当选，当选。感谢。一个家伙啊，当选，规家伙啊，伫服务。陈嘉玲服务零距离，陈嘉玲服务第一名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为什么伊会抽到第二号的？我甲大家报告原因啦。顶面伊嘛选里长，啊，我嘛来甲徛台啦。顶面选努力无够，即个第二次，所以老天爷给伊第二号的，就是新厝爱换新人，对不对？对。胜利的号码对不对？这个号码代表什么？胜利的号码。我为什么来甲嘉玲徛台？嘉玲所有的服务案件，拢是赖燕雪的服务，是毋是？是。因查某囝也好，因妈妈也好，基层的服务也好，南投的服务也好，赖燕雪将来唔捌退市，赖燕雪将来无咧分选区，赖燕雪无咧分哪里，咱只选有能力的。有能力的人叫什么名？陈嘉玲。叫什么名？陈嘉玲。即摆现场1000人，予我听到5000人的声音，好唔好？好。我来喊陈嘉玲，你来甲我动算一下，大家手先招我来，手举起来。陈嘉玲，动算。陈嘉玲，动算。陈嘉玲，动算。嘉玲，嘉玲，嘉玲，动算，动算，动算。防疫期间需要物资。需要斗三工，需要人手，嘉玲嘛装第一，因为我常常伫互伊拜托着。我知影讲这个查某人真加薄，我甲伊拢共款，边仔是女性，女性要冲进总是较困难，总是较艰难，但是无要紧，咱大家共同陪嘉玲行最后一里路，咱一定爱胜利，一定爱胜利，好无？好。成功，让我收到一支影片。台湾上界有名，
得到金钟奖的影片，迄、那个女主角嘛叫做嘉玲，只要互伊做里长，你就知影嘉玲有偌好啦。所以要互伊当选好无？好，好无？好。咱用心成就未来，咱不管徛伫啥物位置，无重要，是你做啥物工作较重要。所以嘉玲互我真敬佩，不管伊有做啥物任何位置，伊拢服务到够。不管是西主会，不管是咱社会，还是咱家长会，伊真正拢总第一嘞。这种精神，我就是感觉吼，伊甲我足共的啦。所以我今仔日为南投一路一路拍一路拍，阮助理讲老板闯红灯闯红灯，我甲讲今仔闯红灯拢算我的啦。为着要来甲好姊妹徛台吼，在所不惜啦，就是爱有机会当选了无？好，好无？好，姊妹啊，互相连线。咱共同打拼，南投一定赢，草屯一定赢，新厝一定赢，好无？好！拜托大家，拜托大家，感谢，感谢。再来，咱包总，好，咱的赖市长、赖选市长，以及着咱新厝里里长、陈嘉玲里长，做下来当选包掉的，好无？好！咱即摆先来甲咱的市长来甲加油，好无？好！来。罗安顺，安顺，罗安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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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嘉玲，安顺，陈嘉玲，安顺，嘉玲，嘉玲，嘉玲，安顺，安顺，安顺，感谢，感谢。我为什么讲我会来甲伊徛台？你知道？第一，伊过去，伊做来就是安尼，真热心，人民做主。哇！恁若就为倒一个较认真，恁就甲支持。啊，我当然我现任代表，我爱来甲伊推荐，伊嘛足热心的啦吼，爱甲伊支持一下。陈嘉玲，当选。陈嘉玲，当选。陈嘉玲，当选。